我觉得高级，我觉得黑科技，我觉得智能。可以请你们介绍一下这款智能眼镜都具备了哪些功能吗？你们觉得最惊喜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它可以播放音乐，对，然后还可以打电话。它好像还可以叫一个助手是吗？对，这叫左边是可以叫一个什么助手，然后对，跟 Siri 一样啊，不能说 Siri。刚刚有提到说这款智能眼镜具有通话功能，您觉得大家觉得在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用这款智能眼镜来打电话吗？我觉得肯定会啊，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我觉得将来肯定会普及的。君览最近的巡演也获得了粉丝的大力支持，有什么想对粉丝说一下的吗？哎呀呀，你想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说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要你们也要自己追逐自己的梦想，对，就是特别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对。然后是这一路就是一场一场的下来，就感觉成为了一种陪伴嘛，是不是？请问你们有出演影视作品的打算吗？如果有机会，想要挑战什么角色？因为我们现在还都算小白嘛，新人 对，算小白，就是希望可以从一点一点的学习嘛，先从简单的入手，对，从低层做起，对。好的，我们最后邀请我们三位成员带着我们的默契来。Thank you.